狗超级怕人的。在哪里？掉，做到了。关卡着火就大腿骨断裂，所以要手术。然后另外一张就断在这里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会帮他手术。着火的那个验血报告，他艾利希氏体两型跟心丝虫都是阳性，好，然后贫血、发炎，然后有一点脱水。